碗汤了。爸爸和妈妈会一直陪在悠悠的身边，永远不会离开你的。以后又要见到你了。哎呀，我怎么办呀？林睿，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那个什么，我想了一下，我觉得我还是先别上去了。你不叫悠悠了？你就不能把他领下来吗？不能。主要是这样的，因为那个大姑啊，她给了我那些书，因为太多了，我还没有看完，我怕她回头考我的时候，我回答不上来就很尴尬了。然后还有咱妈，咱妈倒是……哦，不对，你妈，你妈看到我这话有点吓一跳。你变了，你以前都不会像现在这样勉强我。你昨天说了。我们都变了。我为什么一定得上去？你来接悠悠，却连门都不上。你想让悠悠觉得父母不和，所以妈妈才不来奶奶家，是吗？走吧。哎，不是我昨天喝醉了，所以我不确定啊。但是我仿佛我听到你说我们俩，我们复合了。复合了。为什么呀？需要原因吗？合适。哪儿合适啊？哪里都合适。四十五，四十六，四十七，四十八，四十八，四十九，四十九，五十一，五十二，五十三，五十四，五十五，五十六，五十七。五十八，五十九，九十，我和方宁，九十二，九十三，九十四，我们复合了。什么？妈、啊，你来了。哦，乖乖乖，乖。悠悠，爸爸有个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，好不好？什么任务？来，跟妈妈来。小姑，我。什么时候领证啊？还办婚礼吗？哎啊！我反对。人家符合，你反对个什么劲儿啊？
他们都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，说明他们根本就不合适，还复合什么？大姑姑，我不觉得是失败。方宁，